成功教育致力于帮助有志报考美国前50名大学的学生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迈向成功的第一步，成功教育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。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波士顿跻身全球最富有城市榜单，纽约排名榜首；邮局松口，波士顿南站扩建迎来曙光；Newton 通勤铁路站迎来重大升级，首个全无障碍站点即将建成；Wellesley 男子悬挂节日灯饰触电受重伤；Market Basket 计划改建电影院，打造新零售中心。波士顿跻身全球最富有城市榜单，纽约排名榜首。根据《时代周刊》的最新全球富裕城市排名，波士顿排在第30位，纽约市则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。这座金融梦想之地吸引了超过34万名百万富翁和60位亿万富翁，总财富超过3万亿美元，比10年前增长了 48%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纽约拥有744位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超富豪和60位亿万富翁。除此之外，美国其他城市也跻身全球最富城市榜前50名。其中，旧金山湾区位列世界第二，仅次于纽约，这也凸显出美国在全球财富分布中的重要地位。在这份榜单中，波士顿、纽约与芝加哥第12位。休斯顿第17位和达拉斯第22位等美国城市共同展现了美国经济的多样性和实力。邮局松口，波士顿南站扩建迎来曙光。本月，美国邮政总局长 Louis DeJoy 悄然访问波士顿，与副州长 Tim Driscoll 及媒体官员讨论搬迁南站旁巨大邮政设施的可能性，为增加火车轨道腾出空间。这次会谈标志着邮政局可能愿意与州政府达成协议，为南站扩建扫清障碍。会议由美国众议员 Steven Lynch 促成。他表示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乐观，南站扩展到邮政用地的计划有望实现。多年来，美铁与州政府一直计划将南站的轨道从13条扩展至更多，以满足南向和西向列车的需求。但邮政设施占据着关键土地，成为扩建的最大障碍。Newton 通勤铁路站迎来重大升级，首个全无障碍站点即将建成。Newton 将迎来首个全无障碍通勤铁路站点。州政府与地方领导人宣布已筹集5000万美元资金，用于重建 Framingham-Worcester 线路上的 Newtonville 站。麻州州长莫拉·希利在发布会上表示，新站将拥有2个可无障碍登车的平台，并配备适合轮椅通行的桥梁和电梯。资金来源包括州政府、MBTA 和联邦资金。这次升级不仅提升了乘车便利性，还将使火车更加频繁高效地通过 Newtonville。MBTA 总经理 Phil Ang 指出，目前牛顿市的3个通勤铁路站都未完全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案的无障碍要求。这次重建不仅是基础设施的改进，更是为依赖 MBTA 出行的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包容、公平的社区，按说。Wellesley 男子悬挂节日灯饰触电受重伤。昨日早晨，麻州 Wellesley 发生一起严重意外。一名工人在 Falmouth Circle 悬挂节日灯饰时触电，受到了危及生命的伤害。警方称，这名承包商在用杆子挂灯时，杆子靠近或触碰到了电线，导致他触电倒地。一名目击者拨打911报警，称伤者已失去意识，且似乎停止了呼吸。警方赶到时发现他疑似心脏骤停。消防员和警察使用除颤器成功恢复了该男子的心跳。随后，他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，并转送至麻州总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。
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已与警方及 Wellesley 市政光电部门联合展开调查，以查明事故原因。Market Basket 计划改建电影院，打造新零售中心。Market Basket 的母公司 The Moolah's Supermarkets Inc.正计划将位于 Seekonk 的原 Showcase 电影院改造成一家超市及其他零售建筑。该项目选址于100 Commerce Way, 目前是一座拥有10个影厅的电影院。今年夏天 The Moolah's 以950万美元的价格从位于 Norwood 的 National Amusements 附属公司手中购得这片地产。National Amusements 长期以来由 Redstone 家族拥有，而 Showcase 电影院正是其运营的代表性项目之一。此次项目的开发意向已通知州环境监管部门。这一改造计划有望为当地带来全新的购物与商业体验，进一步提升社区的商业活力。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创建于1848年，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，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，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，被誉为公立常春藤大学。威斯康辛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，2023 US News 全美排名第38名，2023 US News 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，2023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。此外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，他的教育学、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，生物科学全美第三，工科全美第四，艺术全美第11，计算机全美第12，商科全美第15。除学术强势外，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。学校位于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，校园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，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。2012年，威斯康辛大学首次来到中国，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。